那介绍对，刚刚已经接近电报，帮我讲。电竞，不好意思。好，那诶上下 OK。好，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在红帽上班。那其实我在我的 team 里面主要是负责就是这三个 project，一个是 Kafka， 就是我现在要讲；另外一个 Strinzy 跟这个 Proxy， 这是一个鳄鱼这个东西。那我介绍一下，就是鳄鱼这个东西啊，是 Kafka 的一个 Proxy。 那我们现在提供的功能，我们希望提供给客户的功能，就是在 Kafka 和 cluster 之前有一个 proxy 在前面，那可以做到像是多租户 multi-tenant， 然后或者是 topic encryption， 你在送资料到比如说 SaaS 上面的时候，你经由这个 proxy， 你可以先加密，然后送上去以后就是一个乱码，所以这个你送到云平台上面，他也不知道你的资料是什么，所以不怕他偷看。 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应用，所以这是都是 open source， 毕竟红帽就是喜欢 open source。 然后下一个是 Strinzy， 那它是做把 Kafka run 到云上面，它其实跟就是 Pasa 要做的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做云上面的服务，所以云上面的 app，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东西把它放上去，然后解决一些之间那个比如说调度啊这些的问题，都在 Strinzy 这个 project 去做。 那一样是 open source。好，那哦，我是 Kafka committer 跟 PhD member， 那是两个小孩的爸爸。好，那现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了。那我们先讲一下 replication 是什么。其实如果去查字典会说是复制啊、重现啊。其实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做到避免 single failure、 single point failure， 单点就是要容错嘛。好，那在 Kafka 世界，它怎么做这个的？ 就说今天是 deep dive 的话，我们等一下就会讲到一些会让大家去动一下脑的东西。不过我会从一开始简单的地方开始往后讲。那有些东西刚刚子明其实有提到一点点的，反正我会再讲过一次。好，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最基本的状态，就是 Kafka 有三个 broker， 然后 leader 在中间一号，node 一，那其他两个是 follower。OK， 最基本状态就是 client 送到 leader 这边，然后嘞。 你可以想象我们怎么做 replication 可以做到，怎么样做 replication？ 我们可以收到 A 以后，我们就回给他说 OK， 我已经收到了。然后接着0跟2，刚刚子明其实有说我们 Kafka 是用 pull 的拉的，所以我们是 fetch， 然后就完成了一个 replication。但这个问题当然是好嘛，这个很好嘛，就是 low latency， 你收到你就回，所以 client 可以准备送下一个。那问题就是如果 leader 在 replicate 之后就挂了，比如说像现在你回给他以后他就挂了，那当然这其他两个就收不到资料，你这个 A 就 lost 了，那这是最差的状态。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改进？那可以做到就是你在收到 A 的时候，你先等一下，不要马上回给 client， 你做的是去等他们所有的 follower 都 fetch 完以后，我再回给 A 说 OK 我收到了，那这样就可以确保。 即使一这时候挂了，没关系，零跟二都有 replicate 到所有的资料，所以是没问题的，不会有资料遗失。那所以就说，这虽然比较高的 latency， 但是可以达到更高的 consistency 跟储存性。那到底哪个比较好嘞？是立即回复，还是等到大家都复制了以后再回复嘞？那其实，在 Kafka 里面可以让 client 做决定。 所以我们有一个 X 的那个 config， 它可以设0或1或2。那我刚刚说的是1跟2啦，1就是一个 node 至少收到，然后也存到它的存储空间了，然后2 是所有。那0的话意思就是你的 leader 收到这个 request 就回了，我根本连写都还没写，我就跟你说好，我收到了，所以有可能更容易会资料遗失，对吧？ 好，所以就是让大家知道一下，这是基本的状态。那接着进入一个下一个阶段，就是 leader election。那 leader election 的定义就是我要必须定义一个 replica 是 source of truth， 它是所有大家都要以它为基准。OK， 所以我们来讲一下 Kafka 怎么做 leader election。那以刚刚的例子来说，我现在有三个 node。 第二个 leader 一啊，一的 leader 这挂了以后，我0跟2要选谁来当 leader 嘞？
其实大家应该又都看得出来，选谁都一样。没错，这时候选谁都一样。所以我们假设选零当 leader 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做，没有问题。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哦。如果这时候 client 继续送 data 到 BCD 给零 leader 嘛 ，OK， 然后二去拉了资料 ，OK， 到现在都很好。这时候 leader 一回来了。不能说 leader 一，之前的 leader 就是在挂掉这个一回来了。这时候 node 零挂了，我们要开始选 leader 了。请问这时候要选谁？我们都知道，用眼睛看都知道，我应该要选二，或者说我希望能选二。但在 Kafka 的世界里面，就是怎么做到这个功能，或者说怎么样去做一些取舍来达到这样的目的，我等一下会说。那以 Kafka 的世界来说，会选二的方法，他们用的是 ISR 的一个定义，它就是 in sync replica， 就哪一些 node 是跟 leader 的资料是 sync 的。那这 sync 的定义很难说，毕竟在分散式的世界里面，你已经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那个 leader 已经跑到已经跑一百了，你还在99，这样是 sync 吗？哎，很难说，对不对？因为可能他才前0.1秒才刚 append 那个100上去。你其实刚刚是跟他 sync， 所以这个 sync 的定义很难说。那 Kafka 就定义了这个叫 in sync replica， 说只要你在这个 group 里面，我都说你是 sync， 你只要是 sync， 你就可以当 leader。就是 Kafka 就是 designer 做了这样的取舍，就是我不要去管太细节的东西，我只要去管这个，我会去维持这样的一个 group， 然后来确保我应该选谁当 leader。好。所以以刚的例子来说，我的一刚回来，一刚回来的时候，我他有可能已经是，有可能这段时间所有资料都没有更新，所以他可能是 in sync， 但也有可能是 out of sync， 不知道。但因为不知道的情况下，正常来讲我们会等到一，就是这个一去发一个 pull request， 跟 leader 说。我现在要拿资料，我要拿的是 offset 一之后的资料，请给我 offset 一之后的资料。这时候 leader 就会知道 ，OK， 你现在这个 file 你的资料最新的是到一。我们是以这个方式来知道说每个 follower 的状态 ，OK 啊？所以 leader 知道现在follower 只有一，所以他不会让他进入 ISR， 所以 ISR 只有二。虽然现在只有两个 node， 那一个 node 其实刚起来还没有跟到最新，这时的情况下能选的 leader 就只有二，因为我们会从 ISR 里面挑第一个，所以二会当 leader。OK 吗？就是Kafka 的世界里面，应该说 KRaft 是另外一个，因为 KRaft 是 RedHat 的方式，但是在 Kafka 的 log 里面，它是这样子去做 leader election 的。好，那我继续下去咯。接下来定义一个词叫做 high water mark， 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用到。那在 Kafka 定义里面是在 water mark 之前的 the message 都是被 commit 的。那我等一下 会用例子来说明。就是 high water mark 是有一条线来定义说每一个人在这之前的资料都是被 commit 的。那被 commit 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你今天 client 要去跟 Kafka leader 要资料，我要去。好，假设现在 Kafka 先 送 B 过来，所以现在是这样，还没有，以及其他两个 node 还没拉，对不对？这时候 Kafka 要去跟 leader 读资料，请问他可以读到 A 还是读到 A 跟 B？ 答案是 A， 因为 B 还没有被 commit， 就跟 database 一样。就是还没有被 commit 的，你可能被 rollback 还是什么的，所以不能被 user 读到。那在 Kafka 世界里面，我们用的方法就是画一条 high water mark 的线，在这 之后的 data 你就不能被看到，在这之前就能被看到。所以等到所有的 node 都 sync 以后， water mark 的线 high water mark 的线就移过去，然后这时候他再去读就可以读到 A 跟 B。所以这是 high water mark 的定义，到这边 OK 哈。好，那我们继续想下一个情境。
现在 high water mark 是画到 A B 这条二这边。好 ，client 继续送 C 跟 D 到 leader 这边。这时候只有二拉到了资料，一还没拉资料。这时候 leader 挂了，我们会把 ISR 更新到一跟二左半边这边。啊、因为为什么一跟二都会是 leader， 都可以是 ISR， 虽然它也没 sync， 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说的，因为我们 sync 的定义就是，只要你跟到最新，然后在，几我们里面有一个 config， 是几秒内都有持续的在发fetch request 给 leader 都会认为你还活着，然后你有一直在跟我要资料，所以你就会一直在 ISR 里面，就是这样的定义啊。当然，如果你比如说超过一秒、超过两秒都没有跟我要资料，我就会认为你挂了，我就会把你踢出 ISR， 所以有可能是你 network partition 还是什么的，我就会把你踢掉。我们是这样定义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ISR 还是可以是一跟二。那一跟二的情况下，我们会选第一个当 leader， 所以现在 leader 是一。到这边 OK 哈。好，继续哦。这时候 client 送资料给一了，你就会发现，哎，奇怪，糟糕，这边有 inconsistency 发生了，这是我们最不允许的状况，因为到底谁的资料才是对的？所以我们这时候会做一件事，就是 log truncation， 在每一次 leader change leadership change 的时候，我们会做 log truncation， 去把 forward 的 log 去做 truncate。那以这个例子来说，刚刚的例子来说，现在一是 leader， 二是 forward。二这 follower 的情况下，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他要先退到 high water mark 的线。记不记得我刚刚说 high water mark 表示 high water mark 会往前移动，表示所有的 node 都有这个资料，所以他可以确定现在他不管 leader 的资料是几，至少可以确定在二 offset 二之前是大家都有的，所以他就先把三跟四删掉，然后这时候再跟 leader 拿资料，所以 leader 有一了，他就会拉一，所以这时候就同步了。这是 log truncation 在每次 leader election 都会做的事，那这是为了做我们，就是为了解决刚刚这样的问题。希望大家还跟得上我。好，接下来想一下比较复杂，那也是真实发生的 bug、我们有一些 common case， 我们来玩一下。那在讲这个 quorum case 之前，我会先带大家看一下刚刚说的那个 high water mark， 其实是一个有点理想的状态。真实的状态是什么？以这个例子来说 ，high water mark 画在一这条线 ，client 送 B C D 给 leader 零 ，OK 到这边 OK 啊。client A 去 fetch 资料，这时候High water mark 移动成这样了，哎，为什么这条线分叉了，或者说断掉了，没有同步？这个是一开始我们设计也没想到的问题，但后来就是我们也就是一开始了，这很早以前我也没参与，但子明可以有参与，但是我一开始没参与。但后来就是我们为了解决问题才发现会有这样的状况。那大家来看一下哈。其实我刚刚说的这条线一起移动是我们最理想的状态，但毕竟我们是在一个分散式的世界里面，所以这个线会怎么移动呢？我们来做一个慢动作的重播。现在 A 他发给 fetch 的 request 给 leader 的时候，他会跟他说请给我 offset 一之后的资料，所以我刚刚有说过这时候 leader 就知道 OK follower 一只有最新的资料是到一，所以他就给他 BCD， OK 吗？对不对？接着 follower 一会做什么事？再发一个 request 说给我 offset 四之后的资料，这时候 leader 就知道哦 ，OK， 你已经到四了，那我只有两个 node， 我所有的 node 都已经到，就是到四了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可以 advance 我的前进，把我的 high water mark 往前进。OK 啊，这时候他才会跟 follower， 因为 follower 不知道，有可能有三个 node， 有可能五个 node， follower 不会知道其他 follower 的状态，只有 leader 会知道，对不对？
所以他这时候会 leader 会跟他说，哎，所有的 node 都已经跟上4了，所以你也可以把你的 high water mark advance 到4，所以这时候就会同步了。但在这之前，上一步就会是这样的状态。OK 啊、哦，好，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状态，造成接下来一个很有趣的 scenario。好，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刚刚的 scenario， 在这个状态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一挂了。一挂以后没问题，我们等到一起来以后，我们只要记不记得我刚刚说，他会先做 log truncation， 他把 log truncation BCD 删掉，然后再去就是 到 high water mark 这边 ，high water mark 它的定义就是在那之前都已经是大家都已经有了，然后这其实就算是到这个情况也都没关系，因为你再拉就好了。但不幸的是，这时候 leader 如果也挂了。然后你就成为 leader 了嘛，对不对？你就成为 leader 了嘛，一就成为 leader 了。一成为 leader 以后 ，client 就可以送资料给他，然后送到 EFG， 然后这时候零回来了。哎，零回来后，因为 nothing to truncate， 因为他是在 Howard， 就是 high water mark， 就是那边，所以他不用动，然后不同步了。所以这是在前期的版本遇到了一个问题。所以这是还蛮严重，因为到底哪一个资料才是对的，就是这发生在那个生产的环境是不允许的。所以我们的解决办法是什么？我们是用一个 leader epoch 的方式，就是有点 leader 的一个 generation 来判定说你现在发的，你现在这个 log truncation 是要 truncate 到哪里。所以我们解决办法是这样子。每一个 log 会加上它的 generation， 就是现在 leader generation。好，那以这状况来说，当 leader 一挂掉又回来以后，他会先做的事情是，他跟他说，他会先去检查他自己现在 log 里面最新的 generation， 就是 epoch 是零，所以他就跟 leader 说，哎，我现在最新的是零，请问你那边零最新的 offset 到几？所以他就跟他说 ，OK， 零的 offset， 零这个 offset 我最新到4，那他就知道说 ，OK， 那既然这样，我就不用做任何truncation。他这个 epoch 每一次 leader 的 change 我都会加一，所以，就是可以确保说，如果有新的 leader 起来加了新的资料，他就可以知道那是他旧的资料还是新的资料，他就可以不会因为这样的变化而就是truncate掉一些不应该truncate的资料。OK， 就是我们遇到一个状况，那我们的解决办法，好，所以这时候就算是 leader 零挂了也没关系，因为他可以继续送资料了，就不会有 log inconsistency 的问题。那这个解决办法是 KIP 101，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所以他再去 fetch 就可以那个 sync 了。好。就是时间还够，那我再讲下一个 quorum case。那这也是一个很有趣，那当然也是真实的案例啊。就是 KIP 320，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那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状况是什么？就是在每次我们在以为我们设计的很完善的时候，总是会冒出这种，哎呦，竟然有这种 H case。那其实我们后来有去做那个什么。不是，但不是我，也不是我们，是那个另外其他人会做 TLA Plus 的一个检测。那、啊、其实这种我觉得就有点难啦、啊，就是除非是经过时间的验证什么，才可以确保你这个东西真的是万无一失啊，不然这种分散是很多 corner case 我们很难想到。好像这个例子就是很有趣，如果大家还记得刚子明有说我们有一个 controller。是负责所有的 metadata， 包含了 ISR 的 change 跟 leader 的 change。那我们就是用 zookeeper。好，所以 zookeeper 现在在左下角，大家记得一下。我只是刚刚没画，其实我们一直都有 zookeeper 的，或是现在用 KRaft 就是 KRaft whatever。好，我们现在发生的 network partition 了，在 node 2跟 zookeeper 有 network partition。
OK， 所以它拿不到最新的状态改变。所以它现在知道状态就是 leader 0是 node 0是 leader， 然后现在的资料分布是这样子。OK， 没问题哈，那继续咯。这时候零和二就一直跟零拉资料，没有问题。这时候发生了 leader change， 那 leader change 其实很多情况都会发生，不管是客户用手动的方式，就用那个 admin client 的方式去做修改，或是 CLI 的方式，或是他可能用一些第三方的软体去做 leader 的 balance whatever， 他就是会做改变。他改变成一的时候 ，node 二不知道，记得他跟 zookeeper 已经断线了。好，这时候这个 node 0会先做 truncation， 他先跟到最新的，然后接着再client写资料，然后 node 0去拉资料。记得那时候 node 2都一直以为他 leader 是0，所以这时候他会拉跟他送 request 会回给他说不要闹了，我不是 leader， 去找别人。他就说 not leader 还是 follower 的 exception， OK。所以但虽然是这样，但是他会一直重送，我们一直 retry。 那因为他一直拿不到最新的资料，所以他的 retry 方 的对象都错了，他一直跟零拿资料。 OK， 到这边都 OK 吗？好，这时候又发生了 leader change。 那一样 leader change 我刚刚说过有什么情况都会什么很多情况都会发生，那不管，我们就是做了 leader change 到零了。既然零成为了 leader， 这时候二能不能跟他拿到资料了？可以了。他会跟他说请给我 offset 4之后的资料，他给他 G 了，然后就 GG 了。不好意思， GG 是台湾的用法，就是是 糟糕的意思。好，对，他就资料不一致了。那这是一样，这是真实发生的案例，所以客户就是有用户报了，我们才会去解，才会去研究，才会去解。那对啊，其实这样很糟糕，然后又很难发，很少会遇到这样的状况，然后又刚好什么东西串在一起 ，leader 一直换来换去这种。总之，这样的状况发生了，那我们又因为这样要做一个 KIP 320，我刚刚说，然后我们就做一次修改。那这次修改的方法就是，其实我后来发现，就是我们很爱，就是分散式系统应该很爱用 epoch 这种东西来定义说，你现在的资料是在 generation 几。所以我们的解决办法就是你在发的 fetch request， 我们再重放一次哈，刚刚。所以 client 送 EFG 到1，然后这时候0 sync 到了，2继续跟0要资料，这时候 leader change 了。这时候的2他会发的 fetch request， 他会带上这个东西，就是就我所知我的 leader epoch 是一，我认为我那时候的 leader 的 generation 是一，那其实刚刚已经换过两次了，如果大家还记得，所以现在可能跳到3了，或是4 whatever， 反正这时候的 leader 就会知道，哎，二，你现在送的资料是旧的，你的 epoch 比我还旧，你不应该跟我要这个资料，所以我不会回给你任何资料，你的 replica 会被我 fence， 我们会回给一个 error。所以二就不会收到任何的资料。那当然，等二跟 zookeeper 恢复连线以后，他就会知道 OK 现在新的状态是什么，他就更新的状态，然后成为 follower， 那 follower 再去做 log truncation， 然后就可以拉到 EFG 之类的。刚刚照刚刚的做法去做。OK， 好，所以刚刚我讲的那些其实就是在 Kafka 的 Doc 里面有讲一些那个 Replication Protocol 的基本的这个概念啊 design 啊，然后流程啊怎么做的。然后刚刚说了两个案例，就是101跟320，有兴趣可以继续看。然后因为投影片做到这 PPT 做到这，其实发现还蛮多内容要消化的。然后原本我以为我有时间可以讲那个 KRaft 的 Replication Protocol， 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后来就做了一张表来说明。那之后如果有机会，我再用刚刚的方式再带大家走过，如果在 KRaft 的世界里面我们是怎么走的，然后有做怎么样的改进，跟 Raft 之间的差别，像刚刚子明有简单的带过，那我用一些比较详细的讨论每一个
个每一个 sync 它是怎么做的，然后来带大家走过去这个 replication protocol。 那这边就是用一张表来说明。好，那这边说一下，就是在 data log， 就是我刚刚说的 Kafka 的正常的 data log， 然后 KRaft 的 meta data log 就是 KRaft 的 replication protocol。 那我一开始说的 X 这个 config 只有给 data 用，在 meta data log 里面它没有什么 X 是0跟1还是 O。 刚刚子明有说明了，它其实我们就是用 quorum 的方式，只要大于最大就是 quorum majority 就可以当成是 commit。 OK， ISR 的方式就是一样，刚刚有说子明有提到，就是 ISR 在 KRaft 里面没有用到，因为它是用的是quorum， 以及它会在选举的时候它会去找谁的，这是在 Raft 里面的论文里面提到的，怎么样选举选成一个 leader。 它当然它不是用 ISR， 它 Raft 里面 的说法是它要用的是最大 offset 的 node 来当 leader。 那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它怎么样才能知道它是commit， 至少有两以三个 node 的情况，至少有两个收到资料它才会 commit， 对吧？所以这两个里面如果今天只有两个 node 要选举，它永远会有一个是刚刚 commit 有收到那个 commit 资料的 node， 那它就可以永远成为最新的 leader， 所以就不怕选到一个offset 比较少的那个 node。 OK，那 high watermark 的定义在这个世界也是有，在 KRaft 里面有 log transition 也是会发生，然后这个 epoch 这边它是在 fetch API 这边做改进，因为刚刚子明有提到 Raft 的论文其实是推的，那我们是用拉的，在拉里面我们就会多带一些有的没有的资讯来顺便做到这些 log transition 啊这些资料，所以我们同时把这些 metadata 也带过去，然后拉回来这样。所以这边就是一张表让大家大概了解一下，说 KRaft 其实跟他刚子明其实有很简单的提到，是他为什么 Kafka 要有一个 Raft， 不用原本的 Raft 的论文的方式，因为 Kafka 原本就有自己的 data log， 然后所以他想要把原本能用的东西就重用，不要再去走另外一套，明明目标是一样的，然后又对你要再去 maintain 另外一个东西，所以才会把 push 原本是 push 改成用 pull， 然后很多东西我们都把原本的词汇，比如说刚刚子明有提到 term，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term 是那个 Raft 的论文里面用的词，但我们在 Kafka 里面是用 epoch 是吗？啊，对 epoch。啊，对，对，反正我们是用另外的词，然后来定义，所以其实后来发现其实大同小异，所以我们才会改成用 Kafka 的 Raft 去做这样的改进。那当然就是大同小异，但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修改？就还是有很多学问在里面了，所以下次可以找时间再跟大家做分享。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如果有问题，欢迎询问。那大家对这个话题有相关的问题吗？就是 Kafka 的这个复制协议这一块，可能讲的还是 OK， 好嘞。我对 Kafka 本身并不是特别了解，我问一个可能比较基础的问题，就是在那个 log truncation 那里，我看有那个 high watermark， 并没有发生，就是在原先follow 的那个节点里面，就相当于应该是你能切到那个片子上吗？
log truncation 啊。啊，对对对。哎，我在打字哎。这个可以打字。OK， 这里吗？好，所以我会做 log truncation 这里。啊，对，就这种情况会有数据丢失的情况吗？然后对于 producer 来讲，它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哎，你问的问题问得很好。如果就是要记得我刚刚一开始有说，可以让 producer 自己决定说，我现在 x 的 config 是要零还是一还是 all。那我们其实在那个 document 上面就会说，如果是0或1的话，就会有可能就是资料丢失。所以如果是 all 的话，以这个情况 all， 我说 all 就要等所有的 node 都 sync 以后才会回给 client 说，我已经收到这个资料的情况下，像这样的情况，他就会回给 client， 他就不会回给 client 就会等。那可能等到 timeout 还是什么还会 return， 所以对 client 来说，如果你的 config 设的是 all， 我们至少可以保证你所有的就是节点活的节点都可以拿到资料。那如果你设的是0或1，那他就会以为，应该说不能说他就以为，就是就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你以为 client 以为，因为我们一回给他说 ek 了，我跟他说 OK，然后他再送下一个资料，可是这时候他前面的资料已经被因为背后在做这些事就被重开掉了，所以有可能会丢失。是的，要看 client 的 config。OK， 谢谢。